哇，好像进到漫画里哦，进到爱晋级的巨人的世界，我变漫画角色了。哦，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晋级的巨人有没有料，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头像，爱莲叶卡，帅吗？买礼包就有了，还有语音呢。有点帅哈，不知道有没有新哦，立体机动装置哎，哇 ，3D 爱莲哎，我们抽外观吧，因为这个礼包呢非常的夸张，2000钻哦，无限买，我不知道 NC 是塔克隆丢还是怎样，这种东西如果早出一点啊，大家绝对买爆。之前有那个最上级外观抽卡嘛，2400钻11抽，然后这个2000钻给66抽。然后还有这个闪耀外观制作证书，然后龙魔石500个，龙魔石500个，哎，当初一个好像是10钻还20钻哦，一颗哦，所以这个500个几乎等于是10000钻的价值哎。早期的时候啊，如果你要洗魔眼啊，那龙魔石超贵的。先抽变身还是娃娃？先抽变身，因为我们要把那3张变身弄到都5级。来开抽。如果可以带到那个纸卡的话就算，就算赚，而且都是最上级的哦。来一个红的吧，哦，一个红的，2个，3个，4红，5红，6红，海底，来升一下。这个就是为了要拿那个保底紫外观啊，如果这3张都升到5级，官方会送1张保底紫外观自选。干干要吃2张啊，会超过去吗？哦，有超过，可以，3万吧，好不好？现在目前抽50000钻，这抽起来这样多爽啊！哎，原本一抽2400哎。2400×45，我刚刚算100抽就好了。刚刚那一轮只买了3万的，3万赚141连抽啊。正常之前的话，如果你直接硬抽的话，24万赚变成3万赚，哎，1/8的价格哎。先吃这个，4级，38，一次上。第二次过，第三次干，换一只，5次 ，nice。6次 ，nice， 赞哦，赞哦，赞哦，7次，30%，8次才过啊！干，那再来15%怎么办？换这只。哎，1次过了，9次过2个，换爱莲哦。不要再咬了哦，孩子，别再咬了哦。11次过3个，偏衰啦，还行啦，但是偏衰。再来，重点来咯，4×5，15%机会，1次，2次，3次，3次，校正回归，亚丁精锐骑士，干，我觉得要多一点。这样子有点少，现在50000钻嘛，现在完成了1/3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完成1/3。刚刚说最低听到这个70000钻嘛，对不对？最便宜70000钻，那我们就再买10包，好吧？70000钻，看能不能搞定。最贵12万，
期待你能破纪录。不可能啊，不可能那么衰啦。七万钻搞定，留二十八万钻，高歌离席，然后继续玩到用到年底。艾莲已经毕业了嘛，所以他这两只来哦，第一次挑战15%。干，为什么我合粉的时候不是这种几率？我合粉已经合了四次了，最后一只啊，现在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，这一只在五级，我们就拿保底自选紫外观啊。哎呦，不可能吧，不可能吧，连三中，气死丁特！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，第五次，第六次，过，第七次，气死丁特！七次对不对？七次。第八次挑战，这一只在咬哎。第九次挑战，就算不能当最欧的那个人，我也不要当最衰的那个。第十二次挑战。对啦，有没有伤害减免二？哎，没了，卡池就这样，这样子就可以自选紫外观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目前大概花了大概88000钻，把这三张弄到五级，然后换一张紫色的外观，还可以接受。看一下哪一张，我们先选啊，感觉应该是选这只比较强吧。屠龙者这经验奖励差那么多，哎，加了10%哎。昏迷状态伤害量减少3%，对吧？这一只应该是最香的吧？阿特就是加一些伤害啊、减免啊，还有物防加一。我是觉得屠龙者比较帅啦，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变这个屠龙者嘛，就有点可以回到当初的那个感觉。人家以为你是最烂的屠龙者，把你当超越农夫。干，我跟你讲，这波一堆人跟，到时候就每个都屠龙者啊，结果每个其实都是金变，到底谁会被骗啊？干，这个东西真的是会抽上瘾欸。我龙魔石应该很多，我龙魔石现在有10万欸，再抽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再抽个1万。最大受害者应该是吃力，对啊，太早抽了。哎，好像就差这张哦。PVP 物防加一哦，这样我红外观全满。对，刚刚就差这张，现在全满。所以抽卡欸，变身到后面会不会也出像外观那种东西？你看变身3600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外观2400，然后现在出一个2000钻，77抽，到时候变身会不会出一个3000钻，然后77抽，然后无限满？到时候那个拼粉变就很简单了。如果真的出那种东西，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个抽卡这边有没有？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些外观抽卡全部收一收了，这根本不会有人去抽啊！来。亚丁城墙，哇、哦，好像进到漫画里哦，进到爱晋级的巨人的世界，我变漫画角色了。啊，如果我不变这个，如果我变成那个金变，哦，漫画风漫改，可以射炮台，我要怎么射？直接按2下吗？哦，有了欸，按出来就在这里，小型大炮，要用大炮去打巨人，对不对？哦，要出来了，哦，我要把订阅关掉，还有语音包，哇哦，立体机动装置欸，飞来飞去欸，
欸，真的有那个调查兵团飞来飞去欸。他这一次会不会用吉尔塔斯去改的？很像，对不对？吉尔塔斯也会捶地板。我觉得这次合作做的蛮用心的啊。欸，死了，冰爆石加10000欸。我记得我那个收藏好像缺雷枪。活动商人这里，阿尔敏啊，阿尔敏在这里欸，真的有阿尔敏欸，还是他是库拉皮卡，有点像。没啊，雷枪两个。OK， 塞，自由之翼再塞 ，PV 物房，这样就满了，活动收藏就满了。这时候就是无聊的时候，可以玩一下。看能不能晒个好的属性开局，再往下洗 PVP 减免，就是这已经洗八次了，感觉还好。打发时间不错用，哎，两个 PVP 减免哎、欸，哦哟，三点减免哎、欸，随便洗洗啊。这个我看哦，这条是要洗下去了。PVP 伤害减免加二，好像可以。哎，干，又中减免，太扯了吧！现在几条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减免了，六点减免。OMG！ 哈哈哈哈，不会又中一个吧？这条搞烂了啦 ！PVP 禁令先收了。啊，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哦、喔，前面洗得很好，啊、然后后面就烂掉了。不行，这条烂掉了。啊，可惜，这条超高减免哎，可惜可惜。好啦，重来。偶尔无聊可以玩一玩啊，测测自己今天的手气。我们目标达成啊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变身外观三张都五级了哈。到了说再见的时间了，晚安了，晚安，晚安。